世界逃开，用不完置身事外。他在海里却不能够澎湃，他在光里不能尽情盛开，他握住的也只能再松开。人生啊，是否总如此难挨？秋天最后的一只萤火，看来和他同样脆弱。注定陨落，随时都会坠落，却昂起头在闪烁。你醒了，刚才电话响了，好像是崔搞的。